家又来到了 Weekend Vlog 的时间啦。对，那今天是西雅图的礼拜五，我等一下要出门，所以我先化好了妆。那因为我有一门课被学校取消掉了，我要去把那一门被取消掉的课把钱拿回来以外，还要再去选一门新的课，那么我学分不够，那我们就学校见啦。我现在才刚到学校，然后今天的天气超好的，我觉得还是有点奇怪，就是在外面拿摄影机照自己拍 vlog， 我觉得有点尴尬。但是呢，假如有就是很专心的在看镜头的话，又觉得还好。那我现在要先去学校办事情啦。很不幸的，我刚刚没有见到我的 advisor， 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办我的事情。因为他们说今天的walk-in advising 是到下午两点，然后我1:45到，我前面还有三个人在等。那我就问他们说，哎，为什么就时间不一样？然后他们告诉我，他们每一个礼拜的 walk-in advising 的时间都会改变，所以我不知道。然后他们也告诉我说他们会每个礼拜一寄email，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收到他们的 email， 所以我现在办不了事情，然后可能要下个礼拜一再回来吧。我现在要去 Urban Outfitters。回到家了，然后我刚刚在回家前还买了一个，这个就是在我们家开的新开的越南三明治店，然后他们有卖一种就是那种酥饼皮，然后里面包猪肉，我觉得超好吃，给你们看，可是超油的，有够好吃。然后我刚刚不是去 Urban Outfitter 吗？我就买了两个东西，我觉得 Michael 应该又要念我。但是不管，我就这样买两个新买的保养品，这也是我第一次买，就是我想买来试试看，因为我看到我朋友在代购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厉害，就差不多这样子啦。然后我也觉得我现在好像应该要多花点时间走在外面拍自己，因为我发现我每次一个人的时候走在路上，然后想要对镜头跟你们大家讲话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有点紧张，然后不知道说什么。可是人家好奇一定是正常，可是我自己就是觉得有一种尴尬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现在要多练习。对，那现在的话离 Michael 下班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打算来看书。我又出门啦，然后我们又租了车，所以现在要先去Dog Park， 然后再去吃晚餐。我会。哦，好多大狗！你们看，我们又到了哪里？洞庭春，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来吃的那一间中国菜，超开心的，因为我真的觉得菜好吃了，所以我又来一次。
这个甜点超好吃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今天给我们上甜点，是皮蛋加茄子，可是我不太敢吃皮蛋，不知道好不好吃。其实没有皮蛋的味道了。Hello， 我们刚到家，然后我也刚洗完澡，感觉现在看起来有点狼狈。我们现在要来看 Netflix， 看一个最新的美剧，叫做《Working Moms》。只要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超好看。只要觉得好看的话，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就是你们觉得好不好看这样子。那我们先去看影片啦。Hello， 今天是西雅图的礼拜六，然后已经超过中午了，我们现在才要出门。那我们现在要去家里附近的一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哪里，反正是 Michael 要带路。那我们就是要去参加一个游行，那个游行就是 St. Patrick's Day 的，明天才是 St. Patrick's Day， 但是他们礼拜六，所以他们就是提早有活动。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参加。我现在来帮 Michael 买这种干洗手，因为他刚刚帮 Bushy 捡大便，所以手有点脏。我不知道买哪一个会比较好。Good, how are you? And I think I have a membership here. Could I use my phone number?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You too. 我买到了。活动就在前面那边。刚刚看完游行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其中有一个游行，他们在演奏他们国家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超感动。我就觉得哇，他们都移民到这里来，可是他们还是每年会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活动办了一个这么大的活动，我就觉得很感动。对，那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宠物用品店，然后我想要帮 Bougie 量体重，我超久没有看到他的体重了。然后应该等等会再去公园，大家去走一走，他的力气太多了。哇，53.54哦，小胖子耶，很开心，我看到你长大，我很开心。然后再来买这个 mixer，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我真的很推荐，就是这一间，它的东西就是都很健康，然后有些是有机的，而且他们超大方，他们就是我们每次来，他们都会给我们一些 free sample， 然后让我们去试，就算没有买也没关系。这只你看，对吧？很可爱。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我们到公园啦，我们现在要坐在这里晒太阳，所以我们现在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坐在这边休息。所以明天是 St. Patrick's Day， 然后我发现我很有去 Chicago， 那 Chicago 的话每年在 St. Patrick's Day 的时候都会把湖染得绿绿的。我一直都不知道西雅图这个步道，觉得这边好美哦，超漂亮的。
现在已经快三点了，然后我们超饿，所以现在我们要去吃东西啦。我们现在要去一间法国的面包店吃东西，这间店也很好吃，我们已经就是来了好几次。Hello， 我们回到家啦。那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干嘛，可能就耍废吧。如果等一下有什么其他行程，或者是有什么要做的事情，再跟你们说。这位先生在阳台喝啤酒打 Switch， 好惬意哦。好啊，都不要陪我，都不要陪我，就继续玩你的 Switch。Switch 是你新的心肝宝贝。再见，我要把你锁在外面。不要拉我在外面喝一下了啊。我们刚刚在那个宠物用品店买的这一罐，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试试看。我觉得它最近有点臭，不知道为什么它这次洗完澡以后就很快就变没那么香。然后抹一抹，哦，好香哦，好舒服的味道。等一下来帮它梳毛，所以我现在要用椰子油给它。椰子油很好，可以帮助狗，就是牙齿的除臭，在梳毛的过程中可以舔。我们家的不太喜欢梳毛，所以就是必须要用好吃的东西，香一点的东西，来让它分心。你们看这么多毛，其实这样算少了。然后我现在也要来跟你们开箱一下。我们刚回来的时候有拿了一个包裹，哦，好大哦，好重。你可以帮我拿剪刀吗？呀，你不会用，给我，给我看到你这样子。哇，好，不是，像小孩一样。你是小孩啦，这就是一个大型的记忆体。好啊，这就是我的开箱，好不专业哦。但是我本来就不专业。OK， 现在是西雅图的6:30，然后我要来煮饭，只是煮白饭，把昨天的那个剩菜剩饭吃完。哦，临时拍了一支影片，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饭好了，这次看起来很好吃，因为是我煮的。饭配 Working Moms， 今天是西雅图的礼拜天，然后现在已经是下午1:00了，我们现在才刚出门。那今天是 St. Patrick's Day， 所以你看我今天穿的绿色的，然后 Michael 也穿绿色的，我们就是要为了节庆应景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 Irish Bar 喝啤酒，还有吃一些东西，就等一下见。你有看到前面两个人吗？因为今天是 St. Patrick's Day， 所以很多人都会穿绿色的衣服，或者是佩戴绿色的饰品，庆祝这个活动。我们到了。
我们现在来散步。我们吃完那间餐厅了，然后那间餐厅真的是有够难吃。给你们看一下，这边超漂亮，真的超美，大家都在草地上躺着。今天的海也超漂亮的。我们到家啦，今天西雅图超热的，我们现在要先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去租车，我们要去 Costco 买一点菜。我们现在才从 Costco 出来，我们现在要去买大麻，不知道这个拍出来好不好。就是在美国，大麻算是一个蛮普遍的东西，就像香烟一样。西雅图的话是合法的。嗨，我们刚回到家，那我们刚刚把这一周该采买的东西都采买好了。那今天晚上我们也没有其他安排，再加上我觉得精神上有点累，所以我可能要把这支 weekend vlog 提早做结束。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也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身边朋友有喜欢看 vlog 的话，也记得将我的影片分享给他们。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